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2016获提名最喜爱 TVB 电视剧集的包括《公公出宫》。喺我话咧，真系公公出宫，四大皆空。今家系大户人家，主子又深明大义，入去避下风头都唔错啊！你哋金家村，女人唔算肉酸。可惜个个为我独尊。你知唔知一个冇仔生嘅女人咁衰过一只冇蛋生嘅鸡啊？真系助纣啦！朝早几个太监做女婿，唔怪之我哋金家绝子绝孙啊！今次大件事啊！炸弹原又到颈温，你有冇办法解决啊？冇，只有置诸死地而后生。仔嚟噶，真噶，终于出个字固定啦！金家村啊，而家风水轮流转，男人咧负责捱世界，女人咧就负责享福。请即透过官方流动应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为各个奖项投票。神级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将演技与魔法结合，选出你最喜爱角色。